是成长的序章。儿臣懵懂之年登上皇位，洪轩一直尽心尽力在旁帮扶着。微臣答应过一定会辅佐陛下亲政。千辛茫茫山海，犯我皇族之人就是犯我天威。洪轩，限你七日之内查个水落石出。臣遵旨。这一次又能否成为真正的自己？敬爱者交皇帝的偏爱未必是件好事。朕如此信任，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朕背叛朕。微臣所做之事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朕不能再纵容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大幽国的镇北侯，也不再是朕的洪轩。王俊卡颠覆初恋，2020湖南卫视《仙气少年》上映集结，驰骋山海。今晚10点，百岁山上古密约。